我靠，封的最远处的密码机，我操，坏了，刷我脸上的。我操，女鬼，没看到我，我操，看到我了。哎呀，我就猜到刷我脸上，我电，赶紧上车上车，开！完了，怎么还这么大心跳啊？这不是坐上来了吧？我靠，车在我后面，赶紧 Q 狼心四点，不是，鸡哥，我靠，我服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赶紧一个翻板加速，赶紧冲！哎。不追我了，哦，吓我一跳，不追我了，抓拉拉队员去了。哎，我真服了。我操，移形，坏了，冲我来的，看看怎么溜吧。哎呀，我车没了，怎么溜女鬼啊？让他绕，哎，我绕，这边他只能冲一次，他不能冲两次，他要冲他就只能打断，打断电机，没打断电机，喂，哎，我。哎呀，这板子抠的太蠢了，我操！赶紧上车，应该来不及，赶紧上车。呀，我车呢？哥们儿，我车呢？哎呀，哥们儿，我车呢？不是，我车去哪儿了？哎呀，抓勘探，敢挂我脸上，走这边，等他走过来，冲刺一段，两段，好，起身翻板，身位够，骗一下，好。帅炸了，给我自己，太帅了，哎，我操，哎，密码机能开，为什么不能开了呀？吸，放，开，怎么不开啊？哎，踩板，哎，他踩板，我开，哎。好，哎，来抓我，哎，来，开人战，平局有了，哎，哎，骗，哎，不下板，哎，出刀快没有用，翻板，走直线，电机卡身位，卡身位啊，坏了，六鬼不回头的下场，船走了。哎呀，船走了，画家走了，别吧，传送 CD 有这么快吗？我他妈玩传送的，我怎么不知道传送 CD 有这么快呀？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哎呀，我服了！我操，这，那我以后再玩道具，再乱玩道具，我是狗！我操！哎呀，红蝶，呀，这边怎么有双椅子？哎，卡了！哎，还好卡。还好卡，我受不了了。盯着飞，哎，飞不过来，飞不过来，再盯着，完了，哎，这怎么？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，完了。下钩把转点，鞭子，快！我以后再也不玩牛仔了。大姐，来得及救吗？我不是让你别救宝瓶吗？过半了，别抽了，他来了。不是，自欺欺人蹲，不是大哥，你以为他真看不到你吗？啊？你好。你以为他真看不到？哎，好，编，漂亮，走，盯他，等下勾，耶，傻逼，哟，抓勘探去了，哎呦，妈，不要勾到我这边来吧，我操，解差了，哎呦，解差喽，要死喽，速溶喽。他不会撕我遗产吧？哎，你挂完人不会对我有想法吧？啊，敢对绿狗有想法，翻进来然后回溯，你的小心思被我拿捏的，狼心似铁，
哎，掏下，哎，走了。哎，就你这小心思啊！不是大哥，你不要传我呀！这台密码机在动，你还传我？这不明摆着两个人全在这儿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别修了，来了！直接翻板加速。你快的一级，我操，中了！直接就是一手搬路头，哎，搬掉超模路头，然后绿狗启动，哎，我操，不是，搬我绿狗，不是搬我绿狗，那我玩什么啊？我操！什么人搬绿狗啊？我受不了了！那球速启动吧。哎呀，搬我绿狗，我受不了了！我受不了了！我操，是女鬼，女鬼！我看到地上的黑脚气了，看到没？那个黑的脚气，是女鬼。电呀，电击！我操！电，哇靠！我鼠标失灵了，我鼠标左键怎么回事？怎么按不出来了？完了，完了，这把疼了！我操！完了，坏了，被鼠标坑死了！哎呀，我电没放出来！我操！这还解了波叉，完了！哎呀，我这鼠标左键怎么突然轻点失灵了？不能轻点了。我点不出来了，我服了，哎呀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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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，起起起起起起起，骨头伤，我来了，别死！哎，好，密码器压好了，这出事你为什么不开呀？密码器早就够了，还多修了一台。哎呀，四人开门家没了，密码器压好了，坏了。哎，快翻！哎呀，哎，那就跑，那就跑，那就。三人开门战还是有的，稍微溜好一下，搞个平局。哎，传我，认真的，垫一下先解，好，然后扣板，哎，好，那只能。能这么搞了，完了，加速跑不过。哎呀，不是绿狗，哎呀，这波是绿狗就给我进来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平局平局，什么？你接受不？我靠，这次月亮河不搬路头啊？月亮河你们不搬路头啊？那怎么一绿狗又没了？不是啊？不是我啊，这怎么绿狗又被搬了？绿狗没马，怎么你们了？啊，绿狗没马，怎么你了？绿狗没马，怎么你了？哎呦，我真受不了了，又得整个玩球图。我的绿狗啊！操，受不了一点。我直接反其道而行之，我选终点站，喂，我选终点站，我看你，你总不可能来抓我了吧？哎，老老实实的去抓别人吧。我说我都选这里了，你还跑来追我，这么执着啊？谁呀、啊？厂长，大哥你，我都，
不是你，我都选这里了，你还跑来追我，这么执着啊？完了。上固态，上固态，咱们就直接加速转点跑。哎，给甲上位，然后回头扣板。哎，行云流水。拉拉队员这玩意给我没有用啊！拉拉队员给我这玩意儿，我只能说，木炭，没打到我。草木炭在后面死追。闪现好了，你俩闪死了，板子一扣，哎，不扣，板子一扣，哎，翻板，哎，骗，哎，我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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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翻，厂长的超短出刀，骗，哎，不下，哎，顶级翻板，哎，闪现，163台还有闪现，哎，还好还好，还行还行，只能说还行。但是这是个厂长，哎呦，扔网下板，我操，跑我前面去了呀呀！我不是他，红光明明在我这边啊！操，他红光明明在我前面，我怎么这？哎呀，太蠢了，我受不了了！哎，我受不了了！他红光明明在前面呢，反了，坏了，要出事儿！移动一刀，没打到，坏了，木炭扔出来，我就知道要出事儿了。至少目前我还没见过能稳下来的啊，死了。死了啊！死了啊！哈，还解差了，哈哈，死前还能看到这一幕，哎，死了！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